谢谢。姐姐你不要，十八玩家也求一个幸运儿。姐姐不想要幸运儿，姐姐不想要幸运儿。我想要，谢谢。你不想，你不想，姐姐你不想，你不想你不要，姐姐你不想你不要，好吧，姐姐你不想了，你要不要幸运儿？这个七号牌，我靠，你这个幸运分怎么这么低？七号，你这幸运分怎么才60啊，哥哥？九号同学求个幸运儿，谢谢。你不要，你不要。谢谢各位。别踢我，别踢我，大号被找不到了，大号找不到。姐姐，你不要。九号牌求个老公，九号牌求个老公。大号找不回来了，大号找不回来了。九号玩家发现，九号玩家求个老公啊，就是最好能一晚上八次。大号找不回来了，大号找不回来了。我烧牌求个老公，烧牌求个老公，烧牌求个老公，有没有？有没有人加我一下？烧牌求个老公，烧牌求个老公。二烧牌求个老公啊，老板看看我烧牌求个老公。我黄土把这二踢了吧？怎么把这烧牌踢了吧？烧牌求幸运，求幸运啊！给我幸运，你们都是我老公。那为什么我没听到你们讲话，但我听到四号一直在求幸运儿？对，四号想要幸运，然后老板给我幸运。不行，这九号先求的。我挨个叫老公。我没说话，是哥们二抢麦的。也没有啊，谁卡麦了呀？我真的服了。有没有人说四号幸运啊？有没有人说四号幸运啊？四号想要幸运啊？老板，我这里显示你们都没讲话，但一直有个人说四号求个幸运儿。一号想要幸运儿，一号想要。准备呀、啊。一号想要幸运儿，一号想要幸运儿，老板看看我一号。不是，为什么我听你们都没讲话，但总有一个人在讲啊？因为你那边卡了，哥哥你卡了，难搞啊，哥哥。哥哥你难搞、啊。因为有一个人开挂，他们开会员了，踢不出去了。对呀，开挂了。啊，那个开挂的啥子？什么叫没素质啊？啊，八百啊，你没素质还是我没素质、啊？看见我就不是二号牌，你这狗叫。关于这抢身份嘞，这个一号谁够15级的？谁够15级的？这个一号两个是不是一个人啊？这个狗头像。我不知道啊，你们傻狗。对呀，换了进来也换吧。你是不是一心二用啊？太逆天。哎，他那样搞怎么办啊？咱们又踢不掉，然后他又不准备，就无敌了呗。你问我有死，
准备抢身份。夜晚千万不要出门。天黑请闭眼。开始竞选警长。一号玩家请发言。三号牌，我去，不太会玩，我不知道在井上该怎么发言，但是我的底牌是张好人牌，那个，我是不是不能先把身份说出来呀？如果说出来身份的话，是不是就对好人牌不好了？那我就先不说身份了吧，好吧？但是我不是狼人牌的，我希望好人牌不要来打我，好吧，就是来保护保护我吧。我感觉我是刚玩这个游戏的，我不知道这个游戏就是具体应该怎么玩，但是我是刚学的。就是我想在这个游戏上多学一学，找一个CP 之类的。二号玩家请发言。哼，有点后悔验了你，这一是个金啊，与二号预言家验的一是个金。商量个事儿，守卫不要守我，狼人自爆，砍一刀我，砍一刀一，啊，把我俩送走，我不要再听见一号说话。我接下来说一句话，你们别举报我，一号我操你妈。四号玩家请发言。等会儿，你怎么说这么快啊？我嘴里这口柿子没咽，给你老笑死。等会儿，我但凡是个狼，我早自爆了，要被人一笑。我想说，你都十一级了，你说你自己刚玩的多荒谬啊！你那声音好像老年夹子，好像有三姨奶。
你都十一级了，你说你不会玩，你是不是今天玩这游戏被谁刺激到了？我真无语了。那这一二都这样了，都贴脸了。那我是好人，我只能站二。那我站二的情况下，左这位狼坑三五两张井下的，我觉得肯定是要开狼，或者六肯定要开狼。重点听他们发言吧，我真的我不行了，我先过了。反正这把玩的也没有什么意思，我继续吃东西了。六号玩家请发言。啊，谁在讲话？啊，刚才是谁在讲话？那九号。啊，名字什么樱花开了，头像用个二次元的脑袋，你顶个二次元的脑袋啊？你是来玩游戏的吗，九号？啊，你是来谈恋爱的吧？我感觉，啊，这大家都玩游戏的，你那个头像啊，45度都把你的那个脸都暴露出来了，那是谈恋爱，什么樱花开了？啊，这游戏大家都不能谈恋爱啊，都玩游戏的。那七号也是，你看你那个头像，站在那看风景。肯定是个狼，七号，再说你长得也不是很漂亮啊，七号，干嘛用自己当头像啊？长成那个鬼样子，你还用自己当头像？那你把头像换了吧，你长得太丑了，不要用这种当头像。四号也是，那一直用自己当头像干嘛呢？你长得又不是很好看，你们两个是来相亲的吗？啊，四号、七号，你们两个，那肯定有问题。这两个人是狼的概率有60%，知道吗？大家都要去分析，他们两个肯定就是有问题的那种，懂吧？那九号也是，我怀疑他们三个是狼啊，四七九三个狼啊。这个七号呢，啊，可能和四号是开黑的，这两个人在背后偷偷发 QQ， 然后沟通自己的身份，去互相去说自己是什么身份啊，绝对是狼。七号不是狼，我出门直接被车撞死。懂吗？七号不是让我出门被车撞死，我直接发誓，懂吗？每个人必须上警给我，谁不上警按七号玩家请发言。一群奇葩，赶紧结束。真是服了，这是个什么房间？八号玩家请发言。我对话一下，我先报一下验人嘛。这张七号牌是我的查杀牌，听懂了吧？七查杀啊！我警徽流说一下，我验一下这张二号牌，我再验一下这张六号牌吧，二六顺验。你等会儿如果到井下，你跟我磨叽那些一大堆没有用的屁话，我告诉你，我直接敲你吧。你别说我没给你点逼脸，听懂了吗？你到井下你要跟我磨磨唧唧的吆五喝六的说那些没有用的屁话，盘那些没有用的屁逻辑，我告诉你，我一点脸不给你，我整死你啊！你记住了，为什么验的这张七号牌？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人我特别讨厌用这种恶了八心的头像的这种人，你知道吧？多少我跟你说，都沾点心理变态啊！都怼多大岁数人了？七号牌，你都40了，你还跟这块都老黄瓜刷绿漆，你跟那块都装嫩呢？啊！你一说话，你跟那个啥似的，你看这块都装嫩点的，你跟这块都迷惑谁呢？谁把你当成小丫头了？所以说我对于这种。人，我告诉你，我上来我就验他，我一点游戏不体验不给他，他拿狼人牌必死在我手里，直接干他，别逼死别的没有用的啊！七查杀，直接给我干死他啊！过了。九号玩家请发言。发言。我操！你这场上就我和二号牌是正常牌呗？把我出了吧，把九号牌出了吧，今天我不想在这个房间里面。耽误我时间啊！已经晚上九点半了。我想着我他妈打一把，我睡觉了。他妈匹配到个什么鬼房间？这是，把我九二牌出了吧？九二牌妈一个平民牌也没有办法，就搞你们。妈拿一张平民牌还没有办法就搞你们，什么鬼房间？我点开六号头像一看，幸运积分64。
那就是经常干这种事呗。然后这张一号牌是啥？那种变声器还是啥？还是就是一个纯纯的一个小学生？操！真该死啊！他妈的，开始游戏的时候没有人，没有人说话的，万一开局是都这些什么妖魔鬼怪？狼队自爆吧，狼队，要不四狼爆吧，要不四狼爆，要不你们打有效局，我们直接井上的牌都给你们拖拖时间。你们狼队想打有效局，想拿这个胜率，我们井上的牌给你们拖拖时间，井下快点20分钟、21分钟直接走高速。那什么鬼妖魔鬼怪？我直接就是到我这里，我也不说话，我2分钟给你们耗完，就这样子，我就这样子搞了。这就开始的时候也就差不多这么长时间。狼队，狼队喜哈哈的。我把手机声音关了，我也不听你们聊天了，我就这样。10号玩家请发言。发言。八号查杀呀，啊，你八号不用逮别人，知道吗？八号查杀，然后我这边警徽流的话，不知道你们还玩不玩啊？玩的话，我就接着打警徽流，好吧？我不知道这个房间到底啥情况啊，然后给八号发个查杀，然后呢，警徽流呢，井下啊，我压一张3吧，好吧？3你给我上票得了。啊，再压张5、3、5，你俩都给我上票得了。他俩，他这个二号我不知道啥情况，八号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啊。这是打心态流的，好吧？八号是我的查杀，二号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又在那骂一号。那八号骂七号，你骂七号干啥呀？那七号头像挺好看的呀，我在遥望月亮之上，不好看吗？啊，你说你的八号这个头像，你自己看看，跟来大姨妈似的，你自己看看。还拉多还拉这什么花啊？玫瑰花啊？哪有七号这头像好看呢？这七号头像你自己瞅瞅，你打开自己瞅瞅。啊，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挺好看的呀。那能不好看吗？啊，八叉叉啊，过了。11号玩家请发言。我来个快速无效局啊，不想浪费时间呢、啊。我也不想像九号那样威胁你们，好吧？快速过麦，这一轮出我，谢谢。12号玩家请发言。发言。什么奇葩？我操！狼人要不自爆，不自爆就算了，直接逃跑吧，不玩了。开始警长投票。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6号玩家请发言。啊，这9号、啊、我还以为他是个女的，没想到是个男的，真的恶心啊！头像用个女的在那啊，真的恶心啊！这种人妖变态，一个男的用一个女的当头像，真的是不要脸，害人害到狼杀里面来了啊！那大家都是以为你是女的啊，那预言家也不去摸你，因为他可能觉得你是个女的就不摸你，就放过你啊，你的心态啊，你的心理啊有问题，知道吗？那五号也是不知道男的女的，你们这些死变态，怎么男的都喜欢用女的当头像呢？啊，你男的就用男的当头像啊，谁让你们用女的当头像了啊？
啊，能不能像我一样啊，一个二个的啊，天天跑到这里打游戏，也不去上班，不去上学啊，不去照顾爸爸妈妈，就晓得玩游戏，一回家九点半就在这里打游戏啊，说不定已经打了两三个小时了，天天在这里打游戏好吗啊，你学习怎么办啊，天天在这打游戏，你们一个二个的只晓得玩啊，每天啊，你们躺在床长夜已至，请发表遗言。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嗯，不玩了啊，这个房间没狼自爆，我自爆吧，我狼枪自爆了，好吧，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哎，没意思，真没意思。这房间是真有毒啊！二号开局就骂一号，你给一发个金水，你骂一号啊！这八号也是，七号怎么死的我不知道，好吧，我自刀的。我虽然说骗到女巫药了吧，但是八号又把七破了，是八号应该是那个女巫吧？你又把七破了。天黑，请闭眼。九号玩家请发言。十一号玩家请发言。一号玩家请发言。
是这个样子的，人家是这么想的，我感觉我也非常非常讨厌这张九号牌说话，他说话就感觉自己可厉害了，就让我感觉到他好像高人一等的样子。我最讨厌最烦的就是九号牌这种自己自以为是特别普信的这种女生。四号摆盘，你也不要在那里装装啦，你快点承认自己是朗朗就可以啦。你四号摆盘就没有必要再挣扎扎啦，你快点告诉我们你的狼队友游是谁，我们就可以养羊了，好吗？快了。二号玩家请发言。一号那么逼死。三号玩家请发言。四号玩家请发言。我真的受不了这样一号牌说话了，我求求了，一会儿也不要归他，我因为他归了还是有那个发言的，我求求你们狼队晚上把他刀掉吧，好不好？我真的不想再听他叫了，我真的脑袋疼。还有这张六号牌，你说我们用自己头像，那好歹我们是父母给的脸，对吧？我们对自己有自信，你是对自己不自信吗？不然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头像当照片呢？是因为自己长得太丑了吗？不过也是，你的头像好像就是你自己吧，单细胞生物，像个草履虫，32号染色体缺失，你绝对脑子缺陷。你是没有父母吗？你的父母没有教你怎么做人，没有教你教养吗？为什么要去攻击一张无辜的七号牌？人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招你惹你了？你是被牛马带大的吗？所以没有人教你说人话，你的发言我一句都不会听的，我会选择过麦，真的很恶心。你这张六号牌没有爸爸妈妈教，还有你要想发言赶紧发言吧，毕竟过了10点之后你就不能发言了，10点之后就属于禁止遛狗的时间了，你的主人要把你牵回家了，我过麦了啊。五号玩家请发言。请发言。我终于能够发言了，我真的我太累了，我可以这么说吧，我跟我的这几个狱友啊讲几句吧。我认为我们可以一致把这个168三张牌举报了，好吧，请他们不要再出来害人了，真的太可怕了，我真的好想走啊，但是我又怕扣我的分，就是这么一个犹犹豫豫的，一直在又想看抖音，看抖音那个一号牌阴魂不散的声音又一直在那里回响，我就只能无时看无声的抖音，我真的太痛苦了，好吧，真的放过我们吧，狼人牌，我求求你了，真的我都要给你们送花了，放过我吧，我们这几个狱友就趁这段坐牢的时间把他们都举报了吧，一个比一个怪，还攻击别人七号玩家头像丑，人家头像丑关你什么事啊？而且人家挺好看的呀，有啥不好看的呀？反而是你，未必这个生活中可能有什么不如意吧。就那种很失败的那种反社会的那种人，哎，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人家都挺好看的呀，还攻击别人九号玩家名字难听，那名字有啥好难听的？人家四号，哎，我不知道说啥，我觉得真的，请你那个怎么说呢？我们就只能陪你这一会儿了吧，你也就只能脏脏我们了吧。生活中的不如意还是一样的不如意，好吧？你这种人活该，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只能这么讲，过了。六号玩家请发言。我是一张平民牌啊，我刚才也没有说什么吧，我感觉这太没素质了，老攻击我怎么样了，我惹你们了吗？啊，
那五号牌也是一把年纪了，听声音也30多40岁了，那带孩子的年纪了，你老大妈还在这里玩游戏。那四号也是同性恋一个，你肯定是同性恋啊，那搞这种头像，然后把衣服撩起来啊，你给谁看啊，啊你在这暴露癖是吧，那四号肯定是有暴露癖的，这个人肯定有，他是个精神变态知道吗，你还帮他说话，你五号啊，你母爱泛滥了是吧，帮一个精神变态的同性恋说话啊，他把衣服都撩起来了，把他的那个下面都给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到处在那暴露知道吗，这种人没素质，你五号帮这种人说话啊，你帮一个这种猥琐男说话，我怀疑你五号有点媚男啊你啊，我说有些人别太媚男，真的我们都要替啊女孩子去站在女孩子去角度去思考，帮助女孩子去反击这些猥琐男，虽然说他是个同性恋吧，哦对他，你这个人家同性恋他骚扰的是男的哦，所以不关你女的事是吧大妈啊，我觉得你有点太过分了，他骚扰的是男的就不关你的事了吗，我们只帮女孩子吗，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帮助每一个人，不是说管你男的女的我们都必须去帮助懂吗，他骚扰的是男的就不帮助了吗，啊这样对吗，他骚扰男的我们一样要去制止他，帮他把衣服撩起来，他是同性恋他骚扰的是一个男人懂吗，他骚扰的是我们啊，你置身事外是吧，那以后你被骚扰了也别想我们帮你懂吗，五号大妈。八号玩家请发言。想问问你五号牌你说什么呢啊，你自己发的言你自己能听明白吗，你告诉我你打的是什么玩儿呢，你会不会玩这个游戏啊，我听你说话怎么这么恶心人呢啊，你要啥没啥，你要啥啥没有，你要逻辑你没逻辑啊，五号牌我就这么告诉你，你要是想玩这个游戏你就玩，你不想玩游戏你就滚，你听明白了吗，你别在这个场上这么捣乱，你干啥呀这么火龙火龙的膈应人呐，你们也有点太无聊了啊，你说你们玩狼人杀的意义是什么呢啊，我就说要么说狼人，我就得跟什么呢，我就得跟官方反馈一下，为什么这个游戏里边出来你们这种玩家啊，逻辑不盘，就知道骂人，素质极其低下，没有教养，然后还黑麦投票，黑麦刀人，黑麦的过麦，一言的时候跑出来发言了，真膈应人啊，你们这种玩家真的我只感觉是一点意思没有，咱就说白了你们能不能把游戏卸载了，不要在这次不要再在这里丢我们狼人杀玩家的脸了行不行啊，我每回看到那种你们这种玩家我都痛心疾首啊，好吧，既然咱们就说白了，你们既然父母不你们这么玩游戏的情况下，你们父母不教育你们，只能说是有我，好吧，有我来勉为其难来代替你们的父亲和母亲来简单的教育一下你们的，来教育一下你，好吧，我也是勉为其难，好吧，行了咱们就这样吧，今天就是简简单单的教育教育你们，教育教育你们，告诉你们狼人杀游戏到底该怎么玩，做人该怎么做，好吧，为人子女到底该怎么当，好吧，今天先给你们上这几课，以后的话有什么问题再来请教我啊，过来开始放逐投票。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天黑请闭眼。
亮了。等待玩家发动技能。一号玩家请发言。不是二号牌，你在那里说什么呢？你跟你说你在这样，我小哪吒可是要生气，可是要可是要急眼的嘛！啊，还当我小哪吒手里边的混天绫，还有火箭枪是吃素的吗？你是不是逼我扎你呀、啊？你信不信我扎死你呀、啊？啊，二号牌，你这种人就是属于烂人、坏人、恶心人。你这种女人，我是最瞧不起、最看不上的女人了。二号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呀、啊？一会儿又跳，哼，一会儿又不跳，哼。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你把我小哪吒当成玩物来疯狂的玩耍吗？啊！我告诉你，二号牌今天就整死你，就整你二号牌，今天就把你二号牌直接给点掉！你这个东西，不要脸的东西！二号玩家请发言。三号玩家请发言。四号玩家请发言。既然狼不自爆，那我就盘逻辑吧。这张八号牌、三号牌第一把上票给他，上把又跟他一起出的十一，这张三八的票型一直是捆在一起的，肯定是晚上商量了要一起出谁，所以这把我会把我的这张票点在三号牌的头上，因为我觉得八号牌是一张大狼牌过了。五号玩家请发言。发言。投我吧，投我吧，我真的好想走啊，怎么还没结束啊？九点半弄到现在十点了，我还想看下一局呢。好吧，我不知道谁是狼，我谁也没听，我谁的发言也没听。哎呀，这右边都死完了呀，这妈的脑壳痛啊，能不能放过我呀？我真的，我的罪，好吧，我点进这局游戏，真的我有罪，放过我，我认罪，麻烦投投我好吧，过了。六号玩家请发言。啊，四号还在盘逻辑，还在盘什么三八捆票？你四号不是狼，我出门直接被车撞死，懂吗？啊，还在想赢呢你？你这个人啊，拿了一张狼人牌，你心也是狼，知道吗？你的心里面都被狼占满了。啊，捞起个衣服啊，五号也不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啊？你觉得正确也不去回应，因为这是正确的，懂吗？不敢回应这些话，因为你找不到任何的方式去回应我这些话，懂吗？你今日你不为我们男人发声啊，不帮我们这在场所有的男生发声，过几天啊被猥琐男骚扰了，没有。我们不会为你发声，懂吗？每个人都能发光的发光，能发一份热的发一份热，懂吗？啊，五号，一看到他头像，现在默不作声了。我批评他头像有问题吗？啊，捞个啊，他把头像捞起来，还说自己长得好看，在那骚扰男性，骚扰我们男性，啊，一点素质都没有，这种人心理变态，他极度的扭曲，知道吗？你个阿姨，你也是，就是那种。啊，你这拉偏架，就哦，他一出事，你现马上不管了，开始搞这些了，开始不知道狼是什么什么了。刚才你批评的很有劲啊，你批评我啊，批评一，批评三，你批评的非常有劲儿。现在呢，开始拉偏架了。现在哦，我被我指出他的问题之后，现在不敢去说话了，是吧？啊，四号，你这个死变态，骚扰别人啊，
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衣服拉起来，啊，你下面有什么自己说，不要在这里搞这些，你改邪归正啊，不要搞这些，不要去骚扰任何人，懂吗？八号玩家请发言。嗯，我这个人玩狼人杀就喜欢简单方便快捷，好吧，昨天晚上验了四号牌四张查杀牌，我就这么对话你，四号牌你不用你，哎，四号牌你接查杀了，哎，你瞅瞅你长得吧，你知道我为什么验你不四号牌，因为我是膈应你就是四号牌，每回这四号牌那个位置都是个大傻子，大彪子，是个嘚儿，这把不例外，我感觉四号牌一定也是个傻子，所以说我拿到预言家之后，我选择第一手我就验了这张四号牌，同时还是因为他这个头像长得就像个傻子是一模一样的，你懂不懂，就四号牌这个头像长得跟傻子是一模一样的，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你不要个逼脸，你跟个老变态老玻璃似的，你是个老玻璃不，四号牌呀，你拿了张狼人牌，你瞅你那个逼样吧，今天脑袋瓜子我给你拧掉，你怎么好意思的呢，还有五号牌啊，你像个老玻璃似的，你跟那咯咯嘎嘎的，你笑个粑粑呀你呀，啊，你有啥可乐的呀，你根儿嘎的五号牌，你告诉我你是男的女的呀，你到底呀，你一笑像那80岁老太太似的，你还有牙呗呀，你说那两句逼话说的吧，怎么的，是不是说别人没说你呢，你跟个欠巴吃似的呀你呢，啊，你跟那会儿呢欠欠的啊，你别人骂你骂别人呢啊，你没骂我啦啊，不可以啦，不行啦，你必须要骂我啦，哥们儿，我就说句实在话，你太多余了，你太多余了，你干啥啥不行，你吃啥啥没够啊，五号牌呀，就你这熊样货的，我跟你说，你要放在古代的情况下，你早挨剁了，直接挨砍下来送进宫里了，哥们儿，你懂不懂，还在不在呀，啊，熊样的吧，我听你说话好像剁碎了，脑袋瓜子像不正常似的，有问题似的。开始放逐投票。等待玩家发动技能。天黑请闭眼。六号玩家请发言。啊，四号这个死变态晚上还在那骚扰我，真的恶心，你真的让人想吐啊，晚上说什么看上我了，你真的好恶心啊，四号你能不能别恶心人了，你真的好恶心啊。
现在所有人点开观众席，然后我开了一个小号进来，这四号是狼，大家都清楚的可以看到四号是狼，点开观众席就可以看到四号是狼，一直在那伪装，这种人心理变态，极度的扭曲，极度的变态，晚上在这说什么，你看就是说什么啊，说一堆东西，说什么看上我了，真的好恶心啊，四号，大家都小心点，被这种人骚扰，你知道吗？真的想吐啊！我本来就想说，大家认真去分析这个游戏逻辑，我也是指出了他头像的问题。你看，现在暴露了，我也是狼，我承认，他也是狼，我们都是狼。他晚上在那儿按着语音在那骚扰我，懂吗？我现在要就是，我现在特别难受，我被他造了黄谣，懂吗？这四号太恶心了，大家以后但凡看到这种，就把这种衣服捞起来，这种什么在公共场合裸露下体的这种死变态男的，小心点，他们可能不止骚扰的是女性，甚至是男性，懂吗？太恶心了，太恶心了。他晚上没有说这种骚扰我的话，我出门直接被车撞死，我发誓真的在骚扰我，太恶心了，太恶心了，我受不了了。啊，四号，你真的赶紧重生吧，你重开换一个好的那个身份吧，换个正常的基因吧，只能说你的基因有问题，不正常，懂吗？四号能明白吗？换个正常的基因啊，不要再骚扰男性了，不然等下给你拍下来发小红书上。四号玩家请发言。六号牌，你活着太累，你赶紧收拾收拾去世吧，没准还能赶上明天早上头颅。你不怕一语成灾，因为你明天早上就死，你全家活不到明天早晨。你家户口本都没有，你死一户口本，你六号牌，是你先说我四号牌像什么 gay 这个那个的，还有我的头像是在自己家拍的，没有在公共场合，我的头像也没有露什么私密的部位，如果有露什么私密的部位，他不可能审核通过的。你这张六号牌是对我这张头像有兴趣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一直去点我？你自己恶心，还有撒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样？就算四号牌取向不正常，也不可能看上你这么恶心的六号牌。我现在严重怀疑你13863四张牛马牌是一起的，不然你们怎么能那么一致的去出到这张12号牌的？一和八的那个定位显示都是广州的，这张六是未知的，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起的？非常的极度的恶心，我祝你们死全家，好吧？我不用祝你们死全家，你们就会死全家的。你们是不是已经商量好了要去出谁了？你们随意吧，过了。三号玩家请发言。二号玩家请发言。四号，他们1368，他们四张牌是在同一个位置啊。一号跟八号的位置是显示一样的，广州啊。你一八下局把那个身份改一下，改成未知，好吧啊。一号玩家请发言。这张四号牌该说不说，真的是恶心，太恶心了。他在那里拿了一张盲人牌，他还能发出来那么恶心的眼呢、我真吐了、你这个大公交车大奔水桶，你就别逼死了啊！你有那个功夫，你回家给你家那两头老母猪喂点吃的吧！他们两个都快饿死了。八号玩家，请发言。大家快看热闹了，来看热闹了。这个四号昨天这边那个男的是在酒店里面开了房啊，你们全部点开这个四号，大家看热闹了啊，来曝光了，曝光了，大家看一下热闹了。这个四号
他跟那个男的是在酒店里面去开的房，大家都点击看这个四号看热闹了，大曝光了，大曝光，大家都知道了，全部人都知道了，这个四号跟人家酒店去开房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还不知道跟男的跟那个女的是什么关系啊，来看热闹了，点这个四号到马上他发言啊。四号 你多大第一，第二你开学了没有，第三你在大马路上有一个公交车滴滴答答喇叭的声音我听到了啊。第四你网络不好，你是到底是玩手机的玩游戏的还是要上学的，如果说你上学你就要好好上学，你要是不上学我立刻我就跟你爸爸妈妈说，让爸爸妈妈现在抓到玩游戏的你把你耳朵给你拧掉啊！开始放逐投票。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天黑，请闭眼。等待玩家发动技能。一号玩家请发言。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点开五号牌的头像，然后把五号牌举报爆了。是这样，我昨天验的就是这张。四号玩家请发言。你们四个就是用变声器的同一个人或者同两个人，真的很恶心，多了也不想说了。还有你们不用在这里说我是什么变态玻璃，因为但凡是个正常取向的男人也不会像你们搞这种操作，我不想跟没妈的孩子说话，过了，你们随意吧，拜拜，孤儿们。六号玩家请发言。你恶不恶心啊？你身上肯定有什么性病，那很多性病，最大可能是艾滋病，艾滋病肯定在你身上存在，知道吗？太恶心了，你那个照片你自己说你下半截啊，你能挂得上来吗？你肯定那张照片的全貌包括你下半身绝对是裸露的，裸露了的，你很恶心。我通过分析，我跟你说了，我大学中南财经的嘛，大学心理学，我学心理学的，我肯定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通过你的照片已经分析出来你这个人极度的爱慕虚荣，懂吗？
啊，你那个苹果手机壳子都是紫色的，你真的有点让人不适，知道吗？太恶心了，一点素质都没有，就只会骂人。我只是通过一些东西把你分析出来，你是一条狼了。而你呢？你在这里骂人，肆意的骂人，有素质吗？晚上还在骚扰我啊！20秒让你去刀人，每次在那骚扰我也不动刀，全是我去刀的。发一堆说一堆那些话，然后白天就变了个样子想赢啊，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你这种人啊真的是太恶心了，你绝对身上有梅毒花柳病，什么病都有啊，你感染艾滋的概率是 90%， 知道吗？ 80% 多，懂吗？我就说吧，我跟这些人不是一个地方的，我是成都人，懂吗？是你梦想来的地方，但是我啊，不欢迎你这种没有素质的同性恋来我们这里，我欢迎所有有素质的男同女同来我们成都，我们这里很欢迎，但像你这种有暴露癖的滚出成都，不允许来成都，懂吗？不允许你来成都，有暴露癖的不允许来成都，我欢迎所有正常的都可以来成都，你不八号玩家请发言。但是我一听着四号牌和五号牌的发言，就这样的人，就四号牌五号牌这俩人，你说不骂他们两个留着他俩干啥呢？啊，四号牌你刚才问我你是不是该骂，我告诉你四号牌你他妈就是该骂，我听现在骂你我就是得劲儿。感觉，怎么的？五号牌，看我不爽啊！来，弄死我！啊，五号牌，整死我！啊，看我不爽，弄死我呀！啊！怎么的啊，整死我呀！对，好的。我跟你说五号牌，今天你不用在这跟我装逼啊，啊我告诉你，不是你今天整死我，就是我今天整死你，听明白了吗？五号牌小逼崽子，哎，好的，哎，我告诉你，不用跟我这说说了，我告诉你，今天就是你必死之日，等一会儿我就看五号牌。你就把遗言留好就完事儿了啊，你就告诉我，你等会儿就看看我怎么弄死你啊，我开始凤竹投票。可恶的狼人！你个变态！五号牌能留到最后也是牛批了，好吧？妈的，真的太变态了！这四号他骚扰我呀！我的天哪！谁骚扰你了？你照个镜子，你自己长什么样啊？真的很搞笑！同性恋骚扰我，好恶心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同性恋，太可怕了！同性恋，我受不了。那太牛批了，一直在那里盘盘盘盘盘。
怎么了？那我是一个成都人，但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四号，太恶心了。你先照照镜子吧，你先照照镜子吧。你长得像武大郎，你长得像他妈的，你在这，你长得像台盘，你长得像那个青蛙卵。我长得像什么？你长得多恶心！你长得像牙买加，我长得挺帅的，我一米八一，你长得学习还不错啊，你长得成绩也挺不错，你长个半马脑，你长得像我电子科技大学的，我成绩也还不错，嘴坏。你长得真的好恶心啊！你别骚扰我行不行？你半夜发的那说的那些话，你真的让人好想突然死同性恋。四处拼凑的，我一个成都人都受不了。虽然说我是一个直男吧，阿凡提的驴，我们这边同性恋真的挺多。你长得就像那个苞米盖子，你长得就像那个大苞米。像就像像，你这发音能不能发准啊？你长得就是你同性恋，是一个泰迪熊。你长我这辈子禁止你来成都。我作为一个成都人民，我禁止你这种裸露下你的死变态来成都。你是泰，我禁止你，我欢迎所有人来成都。你是狗，没有父母。你是单身，单身物，三十二号染色体缺失，你黄色的葡萄菌长在了嘴上，你不能来成都，你吃的胎盘，你吃的胎盘，你吃的精液，你吃的你妈的，不准来成都，你吃的你妈的血，你吃的你妈的没素质，你是一个傻逼，你是爱玩游戏的还是骂人的？你要玩你就好玩，你不玩你就退出这个房间。你有素质吗？看我不爽你可以踢我，我就不走，怎么了？谁踢你？我又不爽你，谁踢你？你是有病的，我跟你们说，二号牌你赶紧走吧，这一三六八是一起的，他们上把一直在这里恶心人，他骚扰我，一直发声音，他骚扰你，他看我是一个成都人，他骚扰我，到底长什么样子？你又不是同性恋，我直男，我喜欢女孩子啊，你有没有照镜子看看自己长什么样？谁骚扰你了？你长得好像他妈那个泥家湖的水怪似的，你长得好像是那个大捏鱼成精了，你长得就完全没有一个人样，你长得好像六边形，你长得好像那个门口的水泥墩子，你好像是那个石狮子，你长得像个大酱筷子。照没照过镜子呀？没有镜子总有尿吧，撒泡尿照着自己长什么样子，再说别人去骚扰你好吗？真的很不要脸。一张纸上画着比他好大脸，叨叨什么呀？你这张六号牌，你有素质吗？八号牌又去说话了是吧？拿个微信呗，好吗？玩就好好玩，知道跟我装什么傻，冲什么愣。装什么傻，冲什么愣，去照着镜子看看自己长。你是来玩游戏还是来说骂人的？骚扰你吧，我玩不玩这个游戏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现在骂人我可以理解。你想想十年之后呢？二十年之后呢？你回头你现在骂人的你自己，你自己没有骂人，惭愧，我没有骂人，我没有骂人，我没有骂人，我骂的根本就不是人，我骂的是一个没有三观的笑话，没有家教的男的，还是没有家教的笑话。你们两个就是那种，你们两个是那个欢迎坊。我禁止你来成都，我成都人禁止你来成都，懂吗？你不配来成都。对对对，你妈就是一个妓女。以后别人八号牌就是一个妓女吗？特别有素质，我们都特别欢迎，特别欢迎他们。对对对，你没素质，不让你来，不让你来，你来不了我们这儿，知道吗？你欢不欢迎又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他们玩的特别开心，你是成都的人，你来不了，这个好搞笑呀！没有素质，不能进，不当回事了。他妈妈本人，然后这个照片呢，是我跟他妈那个时候拍的。出口成章，他妈那时候也是文章的章，好拿自己当回事儿啊！撒泡尿照照镜子，长什么样子吧？怎么你是成都的市长吗？我去不去成都用得着你？是非常的大号吧？哪里的话？下面他妈黑的跟没看一样，是黑五道吧？是你定的啊？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给我搞成你家开的，我懂吗？那我诬陷你们，跟你有几毛关系？你管得着妈妈在心里什么关系？然后八二牌六号牌，我跟你们一起去做那个 DNA 鉴定，好吗？你们两个就是一个没妈仔，你还知道 DNA 啊？你跟你爹他妈从小滴血认亲，没有 DNA， 他妈他妈他妈八个月过后，你就是你妈那个大河摸鱼的时候被叫一下我，我跟你们一起去做 DNA 鉴定，好吧？我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你懂吗？哈。太没素质了，怎么是大波老师啊？原来你是今天晚上特别嘉宾。对，就是大波老师。好。阴麻了，阴麻了。太搞笑了。来准备准备准备一下，大家准备一下。开吧开吧，房主。打扰一下，试一下麦克。九号。
准备抢身份。长夜将至，天黑请闭眼。狼人请行动。是谁跳啊？还是看情况跳？我跳要不 ？OK， 大哥给你举下打冲锋行吗？那我跳呗，好吧？我井下给我打冲锋，你们都全，要不你们三个全在井下待着行不行？他们井下肯定要盘多了。可以，肯定啊，来嘛，井下给你打冲锋。OK OK。悄无声息，天亮了，开始竞选警长。四号玩家请发言。狼人牌，我操！我告诉你，狼人牌，这把赶紧他妈自爆！我不想跟你玩，听明白了吗？我说白了，赶紧自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狼人牌，狗懒的，四张死狼牌！你们，我告诉你，我上把遇到的狼人牌，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他妈没赢过一样，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精神不正常一样。跟一会儿玩他妈又他妈贴脸又他妈擦边又他妈场外，简直连脸都不要了。我对话你四张狼人牌，你这把你要是但凡有点脸，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自爆，马上给我死！你别为了赢一把游戏，你他妈连脸都不要了，听懂了吗？要为了赢一把游戏，你连脸逼脸你都不要了。我告诉你，反正我这把游戏是怎么的呢？我这把游戏是这样的。你但凡你不刀我，对吧？你不自爆，我全程我就疯狂疯狂辱骂你，我疯狂疯狂我攻击你。长夜已至，请发表遗言。我对话全程好人啊，不要管这个四，直接把四刀了，好吧？啊，四号但凡是个守卫，双爆吧！他妈的，我也不想跳了。真鸡巴恶心，四号，我操你死吧，四号，你妈妈操死了，我操你死吧，你他妈是不是没玩过，没赢过是吧？四号牌，我操你死吧，你他妈拿黄牌你牛逼吗？我操你死吧，你叫你妈呢？傻逼东西，四号牌，我操你死吧，你叫你妈呢？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让我搞我呢，我操！我直播间要没了呀，这么搞。谢谢你不救我，好吧？也有可能是被拦死的，但是谢谢你们，不要受折磨，就免得我受一场折磨，好吧？谢谢你，谢谢你，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台八个，多的就没什么好说的，好吧？就免受一场折磨，感谢。就是剩下的诸位，你们想玩就好好玩，好吧？就不想玩的话，就把这个四号给弄出去，就维护一下游戏体验，其他就没了。平民牌过了。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行动。自信，兄弟。悄无声息。天亮了，进入退水时间。开始警长投票。十号玩家请发言。请发言。幸运儿，七查杀，那个七你报吧。没什么，里边是个幸运儿，七是查杀，老板吉祥，过了。四号玩家请发言。不是怎么的，你们狼人牌还有自爆的没？我想问一下，来，别墨迹，快点的，你们狼人牌还他妈有没有自爆的？一个个的恶了八心的，说我暴躁，我怎么暴躁了？不是你们狼人牌先恶心人的吗？如果要不是我他妈的这么跟你说话，能自爆吗？真他妈恶心！现这把我不管了，反正我是什么呢？我跟你们说了，我底牌就是一张平民牌，我先把身份票，我先把身份交出来，好吧？我真他妈服了，我真恶心了！不是你们狼人牌有没有点底线呢？我直接交身份了，我直接把我身份拍出来了。你们不信的，我可以直接让你们停。夜晚千万不要出门。别为了赢一把游戏，你他妈连脸都不要了，听懂了吗？要为了赢一把游戏，你连脸逼脸你都不要了。我告诉你，反正我这把游戏是怎么的呢？我对吧，你不自爆，我全程我就疯狂辱骂你，我疯狂我攻击你，我疯狂我的妈整你，我把上把受到的气愤，我把上一把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我全部发泄给你，我疯狂发泄我自己的情绪，你懂不懂？你明白吗？我告诉你，你们这几张死狼牌有我在，我他妈整死你狗懒的，我还让你赢不了。等一会儿什么呢？等会儿我还发微信。你这样，咱们这把游戏呢，我们等会儿那什么呢？我们发微信，好吧？你这样，我把我的微信号报给你们，然后你们所有人加我，我给你们拉个群，对吧？开始警长投票。九号玩家请发言。七不自爆可能是狼王牌，这里一张七伤，然后给的十啊，就是一十里选的，然后我觉得十号这个更可爱一点，就给了他。那今天把七下了吧，天哪，其实不太想听这个四号讲话的，但是七号玩家接了查杀不自爆，估计就是一个狼王，他想要开枪了，
那就过了。好，应该还有冤家，你就听冤家报茶宴吧。七号玩家请发言。一百二十秒，十号玩家我送给你，好吧，不骂人，行吧，好吧，就正常聊一聊。我靠，把我五号队友人给直接气到自爆了，我真的搞不懂，你上把的怨，好吧，仇发泄到这把的狼人身上，我只能说我不理解。一百二十秒，好吧，让你们打一个好玩的局，行吧，好吧，我也不多说。哎，二号队友还离线了，哎，没事，看吧，师傅，你把我的队友都直接气得直接头昏眼花的，好吧，那我不多说。一百二十秒，好吧，送给各位少白，谢谢你的长沙，我很喜欢。六号玩家请发言。啊，是谁在骂人刚才？啊，有素质吗？刚刚是谁在骂人？啊，是这个六，啊，是这个五号吗？一点素质都没有，一直骂人。啊，怎么十号是警长啊？啊，你当警长，你凭什么？你是什么身份啊？啊，谁给你投的票？啊，三七九十二，全给你十啊，全给你十投票，肯定有问题，狼冲票了啊！三七九十二全是狼冲票的，九号一个男的啊，一个女的，用一个雷姆啊，名字胖不拉几，肯定是死肥猪，真的是。去减肥吧，太胖了是病，知道吗？太胖了容易得很多病，什么病全都是那种肥猪得的，太胖了也不好，正常体重就好了。其实有一点胖也没关系，有点微胖也不错，但不能太胖。你这胖不拉几说明什么？说明你肯定是肥猪，对吧？因为一米六，一百三以上吧，一百三以上，一百三一百四吧，别说你什么一百五什么一百六，那个正方形了。那更容易得病了，知道吗？120多差不多了，一米六120差不多，挺还可以，但130140就不行，知道吗？胖不拉几啊，把雷姆换了，不准你用，因为你是飞猪，飞猪不配用。二号也是头像娘不拉几的，肯定是个死娘炮，有问题啊。二号也可能是狼啊。三七九十二，然后有二里面出四狼啊，我发言。四号玩家请发言。不是，我就想问问你们井上这几个山猫野兽啊，你们这几个卧龙凤雏，你们跟这逼逼啥呢？十号牌不是预言家，起身跳个预言家，你干啥呢你？啊，你玩呢？你撒尿换人呢？逼样的，哪儿都显得找你，你出来找存在感来了你。你平时天桥底下盖小被，说啥都是对对对的选手，你来狼人杀顶上来找存在感了。十号牌你咋的了？你是声带被嘎了，还是手机放在裤裆里边发言啊？你实在不行，咱们实在不行把手机从裤裆里边拿出来说话呢啊？你搁这干啥呢？咯嘎咯嘎的呀啊？我真的，你说话声都没有你放屁声大，在这块儿。你和
好像是不行了，赶紧要找人求救似的。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咱们放弃治疗呢？啊，咱们直接把管拔了不行？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啊？你折磨自己，折磨他人，跟那块儿都哼哈哼哈的你，你逼着啥呢？啊，你就等，你就是个等死的玩意儿啊！啊，你要拿警徽，你是黑猫警长，你说了一大堆中国人不懂的话，你怎么不滚呢你啊？逼点不要，狗屁不是，发言像坨屎似的，还给你警徽？你告诉我在场上的所有人，但凡是个人的，谁能给你拿警徽吧？你哪点像个人吧你？三号玩家请发言。一号玩家请发言。我的地板，我的地板是一张水神板，我是一个神职神的，你们敢抢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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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投我出去啊，不然的话就把你们就输掉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身体是一张神神，那是神来的呢。你千万不要偷我出去啊，除非啊，除非你们不想要这局游戏了，我可以给你们发个毒誓啊，我绝对不是狼人。哦，七号牌，我兑换你啊。你拿张狼人牌，如果连生命都不要的话，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好吧？十二号玩家请发言。哎，这个四号牌这个发言，好人牌就应该交牌，好吧？还打什么有效局？直接狼人爆完，好吧？好人不交牌，那就狼人爆完就无效局好了，搞什么鬼嘛？守卫牌啊，你们要杀就杀我，就不守自己了，要杀我就杀我。十一号玩家请发言。到我发言了，我先说一下我的优势吧。第一点，那个我普通话非常标准。第二点，我声音非常好听。第三点呢，我是学过心理学的，这方面的话我还是蛮清楚的，知道一个人他是什么性格，通过他说的话方式、说话的方式和头像，我可以判断出他是否是狼人，这方面的话我还是很专业的，明白没有？刚才是谁骂人啊？什么操你啊什么的那些话，你骂的那些话我可以肯定，说你小时候爸爸肯定打过你，你爸爸把你打哭的时候，你躲在墙角让你爸不打你的时候啊，你怎么求你爸爸不打你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一刻吗？怎么了？爸爸不在你身边，你就可以肆意的骂人，把你自己当成小霸王了？那爸爸在打你的时候，是不是又像个乖乖儿一样呢？人要学会有自知之明，明白没有？好好的端正你的态度，不能让爸爸再打你，知道吗，小崽子？十号玩家请发言。开始放逐投票。
等待玩家发动技能。天黑请闭眼。狼人请行动。放了我吧，我求你们了，放了我吧，我求你们，我求你们这个了，放了我吧，我真的玩不下去了。放了我吧，我求你们了。悄无声息。天亮了。等待玩家发动技能。等待玩家发动技能。十一号玩家请发言。这个九号说什么鸟语听又听不懂，人家七号小孩子说话都比你清楚，九号你这么大个人了，说话还没人家七号一个小孩子说话清楚。这个九号，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时候变成你是我的金水，我是你的金水。你在这里，你跟我别跟我套近乎什么的。这个十号你知道吧，我不能说我是什么身份，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金水，不过你要听我的话，你要是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那你就直接死，别不知好歹，懂我说的意思吗？但是我又不能说我是什么身份，懂不懂啊？懂不懂？我说你死并不是狼的意思，知道吗？十号，我是要让你识相一点，这并不是狼的意思。我可以给你发个金水，但是我也可以不会带你走啊。但是你十号要听我的话，知道吗？别不识抬举，懂不懂？不然把你耳朵给你拧掉。十二号玩家请发言。一号玩家请发言。我希望我感觉也是从九号牌屋九号买牌屋十号买牌屋里面出，因为这两张牌牌根本就是来捣乱的，根本他们就不想来我好好玩游戏，他们就是来恶心人的。好吧，那就先这个样子吧。宝宝现在都发言了，也就能只到这里了。我就先过了，我妈了。四号玩家请发言。六号玩家请发言。
啊，都去过麦，这游戏怎么玩？啊，十号，你自己解释一下。啊，你为什么能当选警长？啊，四号过麦，啊，无操作。一号发言52秒，十二号啊过麦。老大妈，老大不小了，那天天过麦。一迪不去分析逻辑，不去盘谁是狼，然后四号还离线，啊有素质吗？九号也是，你这离线，你十号你自己解释一下吧，啊给你投票的全都离线，全都是那个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啊你肯定是狼，啊用个猫的头像，一个男的用这种抱着猫的头像，啊肯定是有心理变态，知道吗？十号你心理变态。绝对是有这个东西在身上的啊，我是一个平民啊，记住没什么好说的。十号玩家请发言，开始放逐投票。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没想到的。哎呀，这一把是什么情况？我说我守卫，我不守，你们昨晚为什么不刀我？说了这把应该有狼人赢，搞笑了。天黑请闭眼。天亮了。
我们还会回来的。喂，大波老师呢？不知道啊。你波老师去哪了？快给他私信去。他说他洗澡去了。OK， 咱们先搞吧。OK OK。我今天我必死狼，我直接把这个二给刀了。准备抢身份。遵从神的指引，去拯救大家。天黑，请闭眼。预言家，请行动。开始竞选警长。八号。
好玩家请发言。长夜已至，请发表遗言。等待玩家发动技能。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你们以为把我投出去了？我就没有办法发言了吗？我告诉你，没有办法。你先别说话，我来说话。这把我跟你们说，我要把金辉，我要把金辉。哎，我操！弄几点跳起来踢！我就先过了。请发表遗言。咱说这么痛苦，你不行，你别整了呢。我好像感觉你们好像死这儿了似的。别搞笑了，我是老板，我给的五幸运儿，那我被弹死的，张九是去吃刀的。女巫晚上把张五撒了吧，啊，没什么留着的必要了，过了。天黑，请闭眼。预言家请行动。天亮了，进入退水时间。长夜已至，请发表遗言。等待玩家发动技能。天黑，请闭眼。
言家请行动。天亮了，等待玩家发动技能。二号玩家请发言。三在这个位置能吃到的。这把我不知道是啥，井上还剩4711啊，看看4711有没有预言家吧。这把我不知道他嘎，有那个发言我属实没听清啊。62，我是井下郎，我能看清自己的身份，我上环牌啊，所以62可能会产一张吧，因为张3被刀了。手机发言没有任何信息，我就过了。12号玩家请发言。11号玩家请发言。我发言啊，现在井上好像就只剩4711三张牌吧，2、6、12都在井下，且他刀口开在8号和3号，有可能是4郎上井吧。4郎上井的话，4郎上井那不够，那只能是3郎上井啊。四七里面开个对跳狼，开个预言家呀，有可能是这个8号是个预言家，我不知道，这个8号是井下的好吧。那就四七里面开一个预言家，开个悍跳狼，井下还得再去找一张狼。我这边不是预言家呀，井下那张狼可能开在这个12号，听你预言家报查验吧，去分辨预言家吧，好吧。七号玩家请发言。我不是预言家，那这个人。右边的话开飞呀，我觉得左边开了两个，我觉得11号、12号都掉，12号就没发言哦。我这个二可以暂放一下，因为这一开五开了两个狼呢。11、12你们下吧，好吧。六号玩家请发言。啊，都去过麦，都去出局，都去自爆。啊，这个游戏怎么玩？没有人去分析逻辑啊！啊，一个二个的，啊，全去这样子玩，啊！11号发言结束了，用15、13秒，啊！7号发言结束，用10、30秒，12号用18秒，啊！2号用15、54秒，啊！剩下的几十秒用来干嘛了？你们一个二个全部聊满，啊！是什么身份就说。在那乱玩啊，游戏都不认真对待，你怎么去啊，怎么去谈恋爱？二号，你这个头像我看你也不像是来玩游戏的啊，来谈恋爱的啊，你啊，就是这个游戏态度啊，你配玩游戏吗？啊，聊了54秒，聊了什么？什么都没聊啊。你们一个二个的，每个人都必须把120秒去聊满，去聊自己的啊心路历程啊。头像整了那些花圈啊，七号整的花里胡哨，整个花圈啊，你给你啊谁上坟呢你是吧啊，二号也是整个花圈
啊，你们两个，你们俩是一对是吧？两个场外啊，在这开黑，二号吃药绝对有一腿，这两个人。啊，二号胜率28，玩了几十场胜率28，还逃跑了一次，啊，你玩什么呢？28胜率，你配玩这个游戏吗？啊，你觉得你有那个脑子去玩这个游戏吗？这游戏大家都去分析逻辑，你这个脑子，啊，28胜率，啊，怎么玩这个游戏？玩得明白吗？你就是过来勾引这个七号的，啊，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四号玩家请发言。你说出来人不人鬼不鬼的话干什么呀？啊，我学学你说话啊，二号牌，你第一个发言，啊，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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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你干点啥呀？你他妈要咬人呐，二号牌呀！你把你那个舌头捋直了，把那个鼻嘴张开，把你那个哈喇子给咽下去。对不？咱们文文明明、快快乐乐的发言，咱们玩狼人杀一共就两点，听逻辑。对吧？发言一共就这两件事儿。你说你他妈嘴不好使，你玩什么狼人杀呢？啊，你脑袋再好使有啥用啊？你嘴不行，你嘴他妈不够用啊！你嘴不好使啊，哥们儿，你玩个嘚儿啊你啊！抓紧时间去医院看看吧，行不行？这个游戏我感觉不适合你这种人，好吧？我不想一下来就跟他无了无了，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这种人盘逻辑，你说我跟你盘啥呀？我用什么语言跟你沟通？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我得用点什么语言跟你沟通？我能跟你沟通明白？我能盘出来你底牌是个什么逼玩意儿？嗯，对不对？别的没了啊！我底牌是张好人牌啊！我劝你四号牌、六号牌，你们俩挺牛逼呗！十一号牌，你卖卡，你卖卡的像那个电子狗似的。你瞅你那个恶心人那个逼样吧，十一号牌吧，你能玩不能玩？能不能把你那个逼诺基亚换一换？啊，你那是什么逼手机呀？小灵通啊，手拿小灵通，站在风雨中，左手换右手，右手打不通，是你不？开始凤竹投票。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刺激啊。这个等一下再喷一下吧。我再听一听学习学习好吧。你这个怎么又投到我头上来了？真的是你们真的很搞笑啊。投我干嘛？我是个平民好人脉，我真的这个四号可以啊，这个四号你这么吗？十一你投我干嘛？我十一投了四六十二投我干嘛？等一下你们就等一下继续表演哦，好吧？继续表演，我再听听看，就给你们学习学习。真的，你这个六号真的，你为什么真的你说我跟那个二号开黑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话怎么能从你嘴里面讲出来呢？哎，过来，我是好人啊。你个六号真的，你真的是个狼，你真是，如果是个狼的话，等下把你举报一下，好吧？这你这，我都不知道该。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是我不骂人。真的，你们这个四六真的怎么是两对奇葩啊？真的，这不什么这个？你玩游戏中好好玩，笑死了！把六号砍了，十一号晚上把六砍了，算了，十一是最后一个狼，我是那个狼，我是个大狼，我不想开枪，我想听他们再喷一轮吧。天黑请闭眼。
言家请行动。真相已经展现。天亮了，十一号玩家请发言。你骂我干嘛？没事啊，你贴脸啊，没关系啊。十二号玩家请发言。二号玩家请发言。大晚上听见四六两条狗出来觅食，抢不到饭吃，那里狗叫骂骂咧咧啊。说实话我也没有听你们说话，但我还听到了一点，四六场外吧，四六两个，四六十二三个场外。好，放心，我说完这句话，说完这些话，我过麦了，我就不会再听你们发言了，好吧？那我就不给你聊满，气死你！四号玩家请发言。我想问问你，二号牌，咱就说你小学毕业没呀？啊，你九年义务教育，你二号牌你完成没呀？我跟你说，二号牌。我全场听你发言，你就是最废物的，你就是最像地拖屎的，还你是狗屁不是，懂不懂？我就这么告诉你，我就是一个大公交车，就是一个大泔水桶，懂吗？二号牌，就不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你是大公交车不？大公交车就是你一块钱投币随便上。你懂吧？随随便便就往上上车，疯狂疯狂的上车，你不一样的。现实生活当中，大宅都得好几千万人了吧？你那不一样的。还有啊，你是不是你为什么叫大泔水桶？你知道不？二号牌，你臭，你嘎臭，你嘎嘎臭你！你下面你有虾有蟹，你还能装，你能装老的东西了？大泔水桶都馊了你，你不一样的。你好意思出来发言呢？怎么的，话都不敢说了，屁都不敢放了，怎么昨天在那块发言多少秒我看看，你这个麦黑的是不能再黑的，连个屁我都听不着啊。啊，二号牌呀，怎么的，吓得哆哆嗦嗦畏畏缩缩，怎么在那块都脚都站不动了呢？是不是吓得直躺汤啊？啊，大公交车大泔水桶啊，瞅给你吓个逼样吧。我告诉你，你现在还有一次跪下来道歉的机会，别说我不那什么，不给你机会，对不对？啊，你现在跪下来，在那里向我疯狂疯狂磕头，疯狂疯狂道歉，说不定我还能饶你一条。六号玩家请发言。啊，二号，你上个人一点，一点脸都不要了，玩游戏不认真玩啊，说你两句，不玩游戏没聊满啊。还发起脾气来了，28胜率啊，你个玻璃心公主病啊，你躺在床上又如何呢？啊，你不怕然后就是想别人亲我给你来个飞天大操是吧？啊，肯定是啊有问题才说你，没有人会无缘无故说你知道吗？二号懂吗？肯定是长得猪鼻子大脸的现实，不会有人喜欢你的，在网络上啊，把自己当小公主了，谁都会惯着你吗？你认为？二号，28胜率已经说明问题了，
还不去聊满，还这样敷衍的去对待游戏，啊？怎么赢？你有为我们好人做什么事了吗？啊？还是说你拿了一张死狼牌？啊？要不要脸啊？啊？这样去玩游戏，都在认真的去分析逻辑，去盘逻辑，而你呢？你却在乱玩，你以为是啊？就像你找了这个七号，你以为是找了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他却不是，他玩弄你的感情啊，玩弄你的身体，你得不偿失，你失去了一切，你失去了身体，知道吗？他根本不爱你，懂吗？啊，没有人看得上你这种28胜率的笨头笨脑的，还不认真啊，不会有人惯着你的公主病，懂吗？开始放逐投票。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天黑请闭眼。天亮了。二号玩家请发言。又要听你私人两条狗狗叫了，挺闹心的，说实话。没关系，反正我听不着你俩说话，继续狗叫吧。十一号玩家请发言。哎，笑死我了，把我投了吧，折磨，我想出去。六号玩家请发言。十一号啊，你真的是个娘炮，用的那个麦也很娘炮，我看你地址还是宜宾的啊，巧了，我也是四川人啊。我说你真的是很让人想吐啊。啊，还逃跑，这种男的啊，一听到我说四川话马上就怂了啊，是男人吗？啊，归男怂逼啊，还是你二号的问题，明白了没有？你就只能和十一号这种归男在一起，懂吗？说两句马上离线啊，跟个乌龟一样，你就想找这种男的是吧？啊，天天对他啊就指使他，给你当狗，你这种女人，你的心机早就被别人看穿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男人会上你的当，知道吗？啊，我们都是不会上啊任何女人的当的男人，别在那装，懂吗？已经有啊前车之鉴了。四号玩家请发言。
啊，你现在跪下来在那里向我疯狂疯狂磕头，疯狂疯狂道歉，说不定我还能饶你一条狗命。二号牌不一样的了，你瞅你个熊散样吧。啊，我就想问问你们，二号牌，你拿你老家那个大诺基亚，拿那个大那什么 N95 啊玩的游戏呀？啊，懂吗？咱就说的好，就是刀不锋利马太瘦，你拿什么跟我斗？是天苍苍，是野茫茫，你是什么放牛郎呀？啊，逼崽，记住了啊，以后见着我的面跪下磕三声响头，然后在我的面前鞠三个躬，让我吐你一口大粘痰，我直接往你嘴里边吐，咽下去之后必须告诉我真好吃，懂了吗？不然我以后见到你一次打你一次，懂了吧？你瞅瞅你个熊样货吧，你咋的吧，自己点开你自己头像你瞅瞅，你还在那会儿装御姐呢你啊，你现实生活当中你180斤大坦克，你天天让人开坦克，这不一样的呢，你一走一过肉缝里边全是油，你跟你行走的大猪肉拌子似的，逼崽子，赶紧回家把你家人都给送走吧，你抓紧时间给家里边打个电话，你再不打电话的情况下我估计等会你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我刚才掐指一算，你家今天晚上必有血光之灾。开始凤竹投票。二号玩家请发言。狗叫啊，继续狗叫，听你们俩狗叫。嘿，我还惯着你了，满嘴喷粪，玩个游戏满嘴喷粪。咋了？你家里没啊？家里就剩你一个户口了。开始凤竹投票。天黑请闭眼。天亮了。等待玩家发动技能。六号玩家请发言。啊，二号。你还不要脸在这里骂人，二号，啊，什么身份也不说，肯定是狼人牌，我们都把二号给刀掉，啊，四号，听到没有？这个二号是个不要脸的女人，啊，道德败坏，肯定有问题，她在这骂人，一点素质都没有。四号，你听我的，我们把二号刀了，然后我们好人胜利，懂吗？四号。
啊，跟我走，我们一起投二，听到没有？啊，四号你肯定是好人，我这里也是一张好人牌，我们都是平民，我们两个平民把这个狼给刀出去。二号，长得像个人一点。四号玩家请发言。等问计子，一会一大堆人疯狂疯狂地用大砍刀去你家疯狂一顿砍，给你砍的尸骨无存，面目全非，五马分尸，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人大砍人大一顿打，逼崽子，逼样的，真膈应人呢。我告诉你，我在这个游戏里边，我最烦的就是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你这种大公交车大泔水桶天天下面直淌水的这种选手，淌的那个水恶臭恶臭的，腥了吧唧的，膈应死人了，一走一过都想给你个大嘴巴子那种，你赶紧去找家医院你治疗一下吧，行不行？你太臭了，你太腥了，你太恶心了吧，我要你装逼来吗？不是装逼吗？来出我，我就站在这儿让你出我，这逼样的。不是，我就想问问呐，你瞅瞅你这个逼样的，你被追杀这么久，你告诉我你不难受吗？啊，我要是你，我直接就跳楼自杀得了。你瞅你个逼样的吧，你瞅。二号玩家请发言。好，风太大，没听清楚你们俩的狗叫什么。我很好奇啊，你们是什么样的爸妈才能生出你们这么个人呢、啊？那就继续打呗，那怎么样？听你们俩狗叫，反正我又听不着。你们狗叫的，说不定我还赢了呢，是吧？开始放逐投票。这将是噩梦的开始。赢了赢了，我们两个人赢了。二开了几个号呀？不多不多，四个号。啊，这个我还以为三个嘞。自己滚，七号。啊，我自己是三个号。哦，我之前也是开三号跟他们，但是你真的吗？太我操，八号你真不要脸啊，八号。八号怎么不要脸了？自己滚，八号。哦，谁说开三号啊？刚刚谁说的？关我啥事啊？这个八。哦，七号不要脸。这个八现在还没走，这个八。我听得好爽啊！七号自己滚。自己滚。他们是咋的呀，他们？我咋没听明白、啊？你们两个废物，自己滚！说的你好像很牛逼一样。妈，七号都怪你，把我九号刀了。因为七号是个废物，自己滚！不是，你也是个废物，滚！别问了，十二号是我的小号，自己滚！这能忍吗？这六号都骂你了，这你能忍啊？可以骂他。他敢骂吗？这种怂逼，归来。他用的头像都不知道用的是谁的，你看他阴阳你，阴阳我当面说的，肯定是个娘炮。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找我，我看你武汉市定位，敢来吗？八号，关我啥事啊？打狗吧你！你敢来吗？我来直接把你网络上给你装起来了。你个傻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来找我。中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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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你干啥呀？来找我。你在里面干啥呀？我上学啊，我干嘛？你上个屁学？你还上学？你敢来找我吗，废物？我敢来把你鸡鸡给剁了。你这废物，你是来武汉打工的吧？你底下是不是空的呀？你是来这电厂上班的吧？你
我来上班的。八号，我认识你老乡。你老乡是不是叫药水哥？我不知道啊。你切记，我叫刘俊生，中南财经大学。你是个狗屎呢你！你敢来吗？来来来，我来我来。在网络上叫嚣啊！现实被我逮到了，能有你好果子吃吗？啥啥啥？什么好果子啊？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蓝湖校区，速度来找我。找你干啥呀？连鸡都没有。不敢来是吧？能不能劲爆点呢，八号？不是，找你干啥呀？劲爆点，我帮你去了啊！37胜率啊，战绩都完不正，玩什么都不行，现实也不行。你有什么啊？你有什么是行的呀？玩个游戏37胜率，你那个老子！你赶紧把这个游戏卸了吧，这个游戏不适合你。你敢跟我刘俊生作对吗？少爷，刘俊生，你是狗什么？这是刚进狗窝是吧？有人说你是。有人说你轻声细语啊？什么？我轻声细语啊？刘，你敢与我刘波作对吗？啊啊！你快点拉人过来，拉人过来！把我自己过，37胜率这么菜。不让你八号，你要跟我一起玩吗？胜率怎么了？胜率怎么你了？老板，看看七号老板。房主看。哎，四号，你是那傻逼不？四号，你是那个瞎鸡巴嚷说狼死妈那个傻逼不？四号呗。谁呀？没素质啊！来一号。这是六号、啊，我记错人了。哎，我碰到一个人啊，他就直开局直接骂狼啊，说狼什么玩意儿，贴脸上了。他妈上局说他那句，逆天。那我记错人了吧？没素质。准备。啊，我记错人了吗？七号来，老板。肯定记错了呀。记错了。六号是六号。准备。怎么了？哎呀，别废话了，准备吧。好好玩一把游戏。看到你六号那个胜率，我就知道是你。你叫你妈呢，六号牌啊，六号牌，我操你妈六号！有素质吗？这个房子能等得过牢呢？看你妈六号牌的信誉值，那么不占房子他妈怪了，还不跑，都在这等着被炸是吧？我胜率不比你高，一号，你在叫什么？你的低胜率五三胜率。你看这人家人品值，你要点逼眼吗？你看人家人品值。准备。准备，快准备！感觉这好好玩啊！你把他拉黑了，他就跟不到你了。听着六号孤儿搁这叫，听着真爽。准备。你叫个毛啊，八号，自己滚。八号是你爹吧？六号信誉分这么低。这信誉分在哪看啊？信誉分？没问题啊，我信誉分怎么了？59分，不是我的号，小号借的号。我大号97胜率。准备抢身份。you
长夜将至，天黑请闭眼。狼人请行动。谁跳谁跳，你们谁跳？有人跳吗？悄无声息，天亮了，开始竞选警长。十一号玩家请发言。就十二查杀。警徽流开个五，然后五号开个一吧，一五开五开一，然后再开个不知道开谁，这十二是个狼，我冤家牌。就一个五一个一吧，就如果一如果有跳七三幸运儿就摸个十，好吧，别的就没了，冤家牌，就没什么好盘的。第一个发言，这十二是个狼，他指定就是给他狼队友去上了井下的，就我一个冤家能找到两头狼，就你井下的话，我希望给我上，好吧。别的就没有了，我过了。不要说我聊的短啊。我第一个发言确实没什么好聊的，我是个预言家。一号玩家请发言。一号发言啊，十一号给十二号甩个杀，警徽留的是五一顺宴。我这个位置其实我听不出来什么。我上井呢就是想点评预言家的啊，给这个十一号打个分的话就是六十分及格分啊，我觉得十一号手支麦发言把该聊的都聊到了，警徽留的反正是马马虎虎，但是十一号这个位置他去留警徽留又怎么留呢？我想到他第一个发言他是个真玉，他也不知道怎么留啊，对吧，没办法去找这个位置吧，但是他留的稍微有点慢啊，因为他手支麦发言，所以呢他聊的我觉得是有预面的，但是他这个警徽留的他实在是太慢了，就特别像是白天想的，但他是个真预言家，他也可以去白天思考他的警徽啊，也没有问题吧，对吧。那我这个对十一号的点评就到这儿，然后后面看看对跳吧，看看对跳我能打多少分啊，那我就知道站边了啊，因为对跳59分我就站11号，对跳61分那我就去站后面的啊预言家过了啊，我是个好人牌，过了。二号玩家请发言。四号玩家请发言。
十一号牌你狗屌不是，你在这跳什么呀十一号牌呀、啊？啊，有你什么事儿啊你啊？你还跳了个预言家牌，你怎么你是感觉这把游戏好人牌视角不够乱吗？啊，我想问一下，是感觉好人牌视角不够乱吗？我跟你说，好人牌起跳只会耽误好人牌视角，不会去耽误狼人牌视角，真他妈恶心！我玩这个游戏是来盘逻辑来的，不是他妈来听你们在这儿恶心人来的，不是听你们一张一张牌跟那会儿都恶心。长夜已至，请发表遗言。你又把它读了。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地局啊，一二三四五，我平民一个，他妈都不知道他妈该怎么说。但是从头像上面分析的话，那个一号有点那个，有点那叫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元神的感觉。二号头发也应该现实当中应该还是蛮漂亮的，感觉因为他搞了一个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在上学那种感觉，应该她是一个是三观比较端正的。三号是戴了眼镜的话，是有那种那个外面 外表出身内心禽兽的那一种，就是感觉也不是那么的特别好。四号那一个脸上有一道疤，是经过一些苦难的，但是最终还是比较正能量的。那六号是全是黑的，他属于那种黑暗世界里面，可能是心里面有可能有过阴影。我觉得六吧，六可能是狼。天黑请闭眼。狼人请行动。悄无声息，进入退水时间。开始警长投票。十一号玩家请发言。这十查杀，十十二两个都是狼。这不知道这个四号牌是好人还是狼人，起来就这觉得玩不了，好吧，要不然狼人爆了呗，我们开下一把好吧。等一下他又在骂骂咧咧。这个五号他妈还给四上票。没啥，这十号是个查杀，我听一不太像狼，我就没去压。这个五我就想看他票型，所以我摸到第三警卫留这个十，十号牌是个狼。这个十十二都是狼。然后去验屋吧，就真的，
有狼人直接抱着开下一把嘛，不好玩，真的。这四号牌他又不是玩游戏的。六号玩家请发言。十查杀五金水，我是狼，我出门被车撞死。我是狼，我全家出门必没。十号牌啊，你在那搞什么？你自己自爆吧，别拉你那狼队友沉沦啊，真的恶心，玩游戏一直嚷嚷自爆，自己拿个狼牌在那搞这些恶心人的东西。二号也是，你上警一句话不说在那过麦啊，你上警来干嘛了？发言两秒直接过麦啊，您头像用什么弱智特效呀，你点开一看啊，一个弱智特效上警了。长夜已至，请发表遗言。我建议你们啊，这就别玩这个游戏了，好吧啊？这玩这游戏贴脸有什么意思呢？我六号太他妈恶心了，好吧啊，赶紧滚吧！等待玩家发动技能。天黑请闭眼。我他妈呀，我操，他妈的步战器，我操，你要正在指挥一下啊，我还没，你们谁站起正谁说话大声啊。狼人请行动。飞位一下，他妈没打。悄无声息。天亮了，等待玩家发动技能。五号玩家请发言。不是，那现在咋出啊？对对对的，来吧，你接着发言吧。四号玩家请发言。我就想问问你，五号牌你说什么呢？啊，你自己发的言你自己能听明白吗？你告诉告诉我，你打的是什么玩意儿？你会不会玩这个游戏？啊，我听你说话怎么这么恶心人呢？啊，你要啥没啥，你要啥啥没有，你要逻辑你没逻辑啊，五号牌我就这么告诉你，你要是想玩这个游戏你就玩，你不想玩游戏你就滚，你听明白了吗？你别在这个场上这么捣乱，你干啥呀，这么火龙火龙的膈应人呢、啊、你跟这着什么妖，着什么死啊，你跟那话了啊，怎么的显着你了啊，找存在感呢，你这个场子存在感太低了，没人能看得起你，没人能看得见你啊，你不说话能把你当哑巴呀，五号牌呀、啊、我真服了，我最服就是你这种人，你不玩你就滚啊，别在这膈应人啊，一样的。还有一号牌，你纯纯捞拨的，你纯纯欠虐，我带你玩个大娃娃，你回家你撒尿货你那儿玩去吧，行不行？一号牌，我听你说话我就膈应，在这会儿奔驰来奔驰去的，我真是给你点笑脸呢，怎么的？骂你你就挺着，说你就忍呐，听明白了吗？敢在这会儿都跟我比，是这些没有用的，
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我一号牌，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儿呢？你就在这块儿都听从我指挥，我让你往东你就往东，我让你往西你就往西，我让你上，我让你爬坡你就爬坡，我让你下坡你就下坡，就完事儿了。你感觉你自己怎么？你自己怎么？你还把你自己当成人了是咋的？这逼样，选手，闭嘴啊！别让我听到你在奔在奔驰了啊！二号玩家请发言。我就知道有一个凤龙出现，不，有一个卧龙，不可能没有凤雏的，我就知道。只要四号牌，你不是只要四号牌，真的挺搞笑。那十一号跳的，你说他起来炸身份，六号牌你骂他，五号牌你要发了两句，就两句，他说怎么出我就过麦了，你骂他傻，然后又骂张一号牌，我也不知道一号牌怎么。我知道你听我发言，然后你每天起来骂我，没关系，骂就骂吧。卧龙凤雏同时出现了，这把局哪是游戏嘛，根本就是相声小场，相声现场，好吧。狼牌，我跟你们一票，还有另外两个狼，你站起来，起身打，我跟你出，今天咱出这个六，好吧？我跟着你出这个六，待会儿到六发言的时候，我就那个。降到最低，我也不听他发言了，他一定是在骂我，你知道各种不堪入耳的语言，你知道吗？我都不想听。然后本来我就听到你们一八十一嘛，后面还有你们就跳出来，我就跟你们票这个六，我直接票这个六，不管你们发言吧，反正直接票这个六就好了。还有两张狼牌嘛，然后我就不说了。这张四号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啊哈。然后我就过了。一号玩家请发言。我也不知道这把已经不能盘逻辑了，那就这怎么出呀？本来就直接出六就完了，这四号站起来抢轮次啊，这四六随便出吧，这六号都被禁言了，不然出四得了。十二号玩家请发言。八号玩家请发言。我是牛啊，我是牛。第一天十一倒牌我救了，第一天十一倒牌我救了。这个九出局有可能是那个奇迹商人，九可能是奇迹商人，他不知道是给谁身份定义，好吧？九号牌是奇迹商人，那今天我就赌你二，好吗？没了，我就赌二，管他的，输就输，赢就赢，没了。开始凤竹投票。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发表遗言。哇操，狼牌玩的这么恶心呢、啊、一个个的呀。这个十一是预言家，十一是预言家。我去。十二号牌玩张狼牌不发言滑麦。六号玩张狼人牌。贴脸，这个四号牌又是个神经病，真的，现在的游戏越来越没办法玩了。六号牌你贴什么脸？十一号牌有违规吗？六号玩家，十一号牌又没违规，你拿张狼牌贴脸，真的，这个游戏有没有举报功能啊？这些人。十二号牌拿张狼人牌，不说话滑麦，那走了两张狼牌嘛，然后有一张好人乱玩嘛，大概率是这个四号牌嘛，喝酒精中毒了，喝假酒喝到中毒了，我估计。四号牌你赶紧去医院吧，好吗？你实在没去医院的话，到我这边有个神经科，我你电话号码给我好吗？等会我给你挂个号好吗？他就连夜去拉你这个四号牌，哪里放出来的？
我们给你打个疯犬疫，那个什么狂犬疫苗好吗？给你打个狂犬疫苗，四号牌。天黑请闭眼。狼人请行动。悄无声息。天亮了。恐惧、猜忌、懦弱，不堪一击。他一点素质都没有，谁是狼啊？啊？你自己是狼，你说别人是狼，啊？睁开你的眼睛看一下，啊？谁是狼？我真的菜二号，淘宝44二号中局的，50胜。换位置，去那个，我去3吧。真的吗？去一吧，要去一也可以。你下不来了吗？等一下，我换个头像，去个毛！幸运积分56，直接给我锁了。666。
我靠，这审核过不了。要不你用这个吧，用这个吧，可以。准备准备，房主开吧。房主开，开啊，房主开。我靠，那个 XX 战神，好像前年见过他。那个。准备准备，房主。准备抢身份。夜晚千万不要出门。天黑请闭眼。开始竞选警长。六号玩家请发言。严家牌七金水。为什么验七啊？因为我六在边角位，就摸了下注位的这张七，同样是边角位的七，摸出来是金水牌，好人牌。警徽流，那后置位开心圆儿，开骑杀，开对跳，双压井下吧。哦，只有五十七十二，摸张十二吧，摸张十二定一下这张五，先摸十二。井上摸谁呀？哎呀，为什么我第一个发言呀？先摸十二，再摸一张。这张随便摸吧，十二四，十二四一九，十二四一九，为什么留这么多？是因为后置位又有预言家悍跳，跟我悍跳预言家的，又有骑伤，又有幸运儿，所以说没办法，十二四一九随便压的，没了，六一张玉，为什么验七也跟你们说了。第一个发言没什么发的了，希望五号玩家、七号玩家、十二号玩家把警徽上给我六，我六是一张真玉，好吗？没了，然后我一定会再改警徽的，警徽流的，因为我第一个发言我没有听后置位的发言，也找不到狼，警徽给我，谢谢。九号玩家请发言。七十二水验，啊，我先验七，再验十二，好吧。六号牌是我的查杀，因为我真的不太会玩预言家牌，
我玩这个游戏，我没抓，我应该是没抓够两把预言家牌。我真的，我就是不是特别会盘逻辑。我就这把抓预言家牌，我抓着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玩。如果说这算贴脸的情况下，我对不起，我先跟你道个歉，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真是对不起。但是我不能，我也不能不跳预言家，对不？我说实在话，我不可能不跳预言家，因为如果要是我不跳预言家的话，那好人就没有人跳预言家了，他们到时候该骂我了，对吧？因为我之前我玩预言家就是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嘛，所以说我就不跳了，我就在井上，不是，我就在井下。后来我又跳预言家了，然后他们就骂我，说我是瞎玩，说我那个就不应该这么玩，是不道德的行为。就是我真不知道这个预言家就应该怎么玩。我这个我说白了，我就是一个新手玩家，但是我只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实话，我从来不撒谎。我如果是张狼人牌的话，我也会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是张狼人牌。谁是狼，谁死全家，听懂了吗？我对话你们。咱们谁是狼，谁全家必没，听懂了吗？谁是狼，咱们谁明天出门必被大卡车压死，全家必长夜已至，请发表遗言。那我受不了呀，碰到这样的狼队员那怎么着嘛，我受不了了，一点受不了。然后点开六号，然后我跟你还是同一个地方呢，就对不起了，哼。就是大家举报一下这张九号，好吧，开下一局吧，跟这样人还玩什么呢吗？等待玩家发动技能。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女巫没救人啊，女巫是个大傻子，女巫。我守卫走的，守卫走的。十一号估计不是女巫把我毒了吧，我觉得不信啊，我觉得十一号应该是个上人啊。请发表遗言。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商人，对吧？这个酒也是个狼啊，这个酒也是个狼。为什么酒是个狼？就我昨天技能给了他呀，他是个幸运儿，然后我弹死了呀。那六估计是压跳的了，好吧，六估计是压跳的了，不一定是蟑螂，但是这个九，我也想骂一骂他，好吧，我也想骂一骂他，但是我是有素质的人，好吧，我是有素质的人，我是有素质的人啊，不想去骂这张九，但是九我觉得是蟑螂的牌。好吧，因为我死了呀，因为我死了，好吧。昨天我把技能给了这张九，不是这个三怎么知道我是一张商人牌，我是一张老板牌？就我真的没想到，好吧，我真的没想到这个三居然知道我是一张老板牌，真的是张老板牌，好吧，真的是张老板牌。那我大概率是被弹死的，大概率是被弹死的。那如果因为不可能。三是一张女巫啊，他都爆了，他不是一张女巫牌，那六大概率是压跳的。九是幸运儿啊，九是幸运儿，好吧，九是幸运儿，那六有可能是压跳的，我真的不知道，好吧，真的不知道。这个游戏我觉得没法玩了，就贴脸很厉害嘛，我觉得输也无所谓了呀，输也无所谓了，因为手无女巫。女巫不管嘛，随便刀一刀你们，好吧，狼队随便刀一刀，刀个女巫，然后直接游戏这把无效局，多好的，好吧，过了。我是张双人牌，昨天给了九一张茶叶，但是他是不是张狼人牌我不知道，好吧。天黑请闭眼。
天亮了。进入退水时间。长夜已至。请发表遗言。这个酒脑子有问题。非要还在这样发言的。看来他全家可能真的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没什么了。哎，一会儿房主把这张酒踢出去。把酒，大家记得举报一下酒。天黑请闭眼。等待玩家发动技能。五号玩家请发言。长夜已至。请发表遗言。天黑请闭眼。二号玩家请发言。那这样对狼队也是不公平啊，因为你算一下嘛，好吧，那好人的概率是12/8，好吧，那狼人的概率是12/10。如果你拿到狼人，那别人这样骂你，是吧？谁受得了？没必要啊，这是打个游戏，是吧？你按照正常逻辑来盘嘛。你愿加上警就盘逻辑嘛，你如果这样骂狼人的话，别人心里也不舒服是吧？你净拿狼人，是不是别人这样说你，你心里也不舒服？就是我觉得两方这里虽然在游戏里面是敌对的，但是大家毕竟都是人是吧？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说什么
好吧，反正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你这样盘逻辑嘛，赢的赢的，输的输了嘛，是吧？你这样说的话就是本来也挺晚的嘛，大家玩这个游戏基本上也是说为了听别人说说话，是吧？无聊，你啥事情做，是吧？你这样骂人的话显得我感觉是不太好，好吧？我感觉，而且这局我感觉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好吧？一号玩家请发言。啊，你是狼吧，二号？啊，你在这什么什么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大家都在认真玩游戏，你肯定是狼，二号，你要不要脸？你对待游戏都不认真啊？你怎么指望你去现实里面做一件认真的事情呢？你做什么都三分钟热度啊？你去哪里上班，你都只能上半个月的班，你都拿不到工资，因为都是上满一个月才能拿到工资。你到哪里去上班都是上半个月，二号，你这种人，懂吗？那什么玩游戏就是要赢啊，大家就是要认真玩呀。你不认真玩游戏，啊，你还有理了？二号，没良心，阴阳怪气的在那说一堆东西，你有素质吗你？这五号也是，发言结束，用时两秒，啊，盘了什么逻辑啊？大家都去分析逻辑，你发言结束用时两秒，啊，你还挂个狗的头像，名字叫什么 ？Q 酸，什么意思啊？啊，什么鸟名字啊？名字有问题啊？我感觉狼人就出在这个十二号和这个二号之间，啊，必有一狼。懂吗？十二号和二必有一狼，我感觉二号更像狼。啊，亏你五号胜率七十，肯定是玩场外玩出来的胜率。五号，啊，肯定有问题啊！大家都在认真的去玩游戏，去发言，这狼人一个一个的在那自爆，啊，都不认真去对待这个游戏，说两句就自爆。啊，对得起你们的队友吗？一个二个的，啊，都去自爆，都去过麦，都去不发言，这游戏怎么玩？啊！十二号玩家请发言，九号玩家请发言。我说白了，我也不想摸去呀。那我狼队友总自爆，总自爆，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再聊个120秒，不犯毛病吧？对吧？就从我狼队友出卖我那一刻起，我就已经不想让我狼队友取得胜利了。甚至在昨天晚上想刀死我。你们说我是多伤心，我得多难过呀！我很难受，我就见过了，这太无情了，这个操！五号玩家请发言。四号玩家请发言。我操你妈了个逼，五号牌，你像你妈傻逼一样。我开始放逐投票。
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天黑请闭眼。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好好，要不然强奸你妈生的你呀、傻逼，你妈死了，操你妈！要不然你全家死了，老子操你妈！操你血妈生的你呀，生的你要不然这个傻逼，操你妈，狗东西！你全家死了，操你妈！啊，玩你妈的逼去吧，傻逼，狗东西！你怎么这么急？不是，我就想问你怎么这么急、太搞笑了，这个人，哎，这个人破防的呀！为什么不控告？不想让狼赢，想结束下一把。你控告的话，这个二号要骂我一轮的呀。我感觉这个五能拿那么一张提伤，好吧？你们有没有想要那个幸运儿的？准备抢身份。长夜将至，天黑请闭眼。狼人请行动。悄无声息，
天亮了，开始竞选警长。一号玩家请发言。啊，三号怎么离线呢？啊，谁是狼谁就自己说。哦，八号一个男的啊，用一个女的头像，挺恶心的，感觉八号是狼吧，应该。感觉八号是狼。因为他一个男的用女的头像的话，这种人大概率是狼。十一号也是，应该是个狼。也是一个男的用的女的头像，怎么这么多死变态呢？男的就能用男的头像，非要去用个女的头像，要点脸吧你们，一点脸都不要，脸都不要了啊！男的用男的头像，女的用女的，一个男的去用啊用女的头像，有素质吗？那是六号、九号、十号啊，几个人用狗啊，用狗头像干嘛？人就人，用狗头像干嘛呢？啊，一个二个的，人就用人的头像，不要去用狗的头像。啊，你们是狗吗？有问题啊，这个都是你们的问题，需要你们自己去检讨，知道吗？七号，啊，用个派大星的头像，肯定有问题。这个人应该比较愚笨，肯定是愚笨的。七号，你自己什么身份？你自己等一下说，懂吗？每一个人全部把票上给我。我是狼，我出门被车撞死，懂吗？我发誓，啊，自己是什么身份都去说，把时间都聊满，不要在那里过麦。这个游戏大家都去分析逻辑，去分析什么身份，不要过麦。每个人上瘾啊，发两下连就退出，这不对，懂吗？这样子大家怎么去玩这个游戏，知道吗？每个人必须去聊，给我聊，聊自己心路历程，聊为什么，懂不懂？二号玩家请发言。我是个预言家，把我警徽流验六验四吧，没了，那我就过了，好吧。那个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一号玩家这种发言，小丑嘛，他其实就是没了。但我第一反应，说实话，前面聊的要警徽啥的，我第一反应是。他被六三六十二这三张井下的某一张牌给弹死了，我还挺高兴的，帮我找狼了。但是越聊越没意思，对吧？什么我他是怎么了就咋地的，对吧？我觉得那个位置去攻击外置位的牌，去验外置位的身份，要这个警徽去飞他认为的预言家，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因为他想看票型之类的。但什么什么用狗头像，你们就是狗就该死，这那我觉得没啥意义，没了。我是预言家，五是金水，警徽流六四验，好吧，没了，六四三，好吧，省得万一有自爆。我第一反应，反正你要让我觉得，反正拿着这张牌，我就得给你们盘逻辑，大概率我的个在我的视角是这样的。就我觉得一可能是个奇伤，被井下三六十二谁给弹死了，没了，我过了，好吧，预言家牌，那个五金水六四三，过了。四号玩家请发言。又不是说的没道理，只是说你头像，人家说你这个人呢，你不是气死了？你说你是不是有问题啊？啊？二号就是说你没有资格说你是好人，大家可不可能去评判你到底是好人坏人，知道吧？就是为什么谁能评判你，我能评判你，明白没有？如果你发言不好的话，你也别在这里说一些什么专业术语，好说的不好说的话都被你说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话挺多的，知道吧？你话太多了，有时候你说的话太多就容易招来杀身之害，明白了吗？懂不懂？我跟你说句话，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极其没有素质，知道吗？这个二号死全家，省那么容易，我见不得你这里哔哔哔哔哔哔哔，知道吧？你话太多了，明白了没有？啊！
二号，耍他的双，首先不要骗人，知道吗？明白了没有？你想一下，你的内裤、你的袜子、你的衣服是谁给你洗的？你在家里面有自己亲手洗过衣服？长夜已至，请发表遗言。这他妈是个什么房？啊？这一号像他妈一条狗一样，是吧？全场乱喷，他妈没家教的孩子，是不是？你妈生了你，然后再不教你，你是社会上的蛀虫，好吗？就像你这种人啊，讲道理，就是个废物。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齐上走的啊，这边给的一号啊，一号本来就是狗嘛，只能这么说啊，我瞎了狗眼啊，给了他，就这么说啊。啊，这直播也播不下去了，只能这么说啊。一人给一，每人给一号点个举报，结束了啊。天黑请闭眼。狼人请行动。二号，你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良心，你就是一个恶心人的垃圾人，知道吗？懂不懂？不要脸到这种极限的。悄无声息。天亮了，进入退水时间。开始警长投票。六号玩家请发言。看了一下，六号投了十号，六号肯定有问题。这两个人都是狗头，九号也是狗头，但是九号放手了啊。六号、十号可能是两个场外狗，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玩场外的，互相去通身份了，应该是两个场外狗。头像确实好吧，九号也没听他发言，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六号、十号我可以确定的是场外狗。这游戏玩场外真没意思，说实话，真的，你玩场外就是对这个游戏的不尊重，你这个游戏态度是不配玩这个游戏的。我的建议是马上卸载这个游戏，懂吗？啊，一个常德，一个镇江啊，你们两个一个地方的，差不多就是一个地方的，肯定是有关系的，懂吗？你们俩肯定是有关系的，啊，离得也不远，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应该是同学或者是什么，懂吗？你们两个啊，场外狗，玩场外有意思吗？十号，你有素质吗？啊，你是来玩游戏的还是说来玩场外的？你玩场外你就退出这个房间，不让你这种玩场外的人玩，懂吗？场外狗啊，你影响我们大家这里所有人的游戏体验，我们大家都是来认真玩游戏的，不是说来玩场外的。你去玩这个场外啊，你让别人怎么玩，你让我们怎么玩啊？我们拿好人牌啊，有用吗？有用吗？啊？啊，十二号是非常理智的，他投给了我，因为我的发言已经啊足够征服大家，大家都会相信我，而不是相信你。十号、六号
这能投到你一票，说明什么？说明 B 市场外啊 ，B 市场外，就是说好人全部都看清楚一点，不要投给场外狗啊，他肯定是狼，十号肯定是一张狼，一张死狼牌，所有票全部上给我，懂吗？十号玩家请发言。我先说一下，我不知道你们这房是什么鬼东西，这一号叫什么呢？畜生牌啊。正常一十二是两个狼吧，但我也不用跟你们瞎判逻辑了。一号上一把说的，他是个狼，他死全家的。十一号是个奇伤，一号连全家都赔上了，大家可怜可怜他吧。要么就把票投给一号，毕竟人家叫什么，不仅已经是双清了，可能叫什么的。记知道吗？哦，爷孙三代全部已经记了，大家可怜一下一号吧，给一号上个票，好不好？十号好人牌在这儿给人家一知道吗？给一号号个票，毕竟人家叫什么双亲去世的情况下来知道吗？要这个警徽，大家能理解。过了，开始警长投票。二号玩家请发言。四查杀为什么去验这张四号牌？我就喜欢用这种头像的人，所以说我第一天把四号牌给开了。谁他妈想到了这张四号牌像他妈要死了吗似的？不是哥们儿，你实在不行，你把管拔了吧。你干啥呢？带死不拉活的呀？不是你们狼队有你这种逼牌，我就想问问，干能赢吗？啊，你实在不行，你去死去呗你。就你这个逼发言，就你这张死狼牌，你还给我在井上演什么戏，装什么犊子呀？你跟我死狼牌呀？你跟我逼是个粑粑呀？你跟我呀？我真他妈服了！不是我不是我想问一下啊，我底牌是，首先我底牌是张边加牌，不是就四号牌是个逼样的，在你们狼队，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还不交牌呀？这不以一人之力拖垮你们整个狼人团队吗？真的，我但凡我如果底牌是张狼人牌，我听到我队友像四号牌这种逼发言。聊的都不如我死像寡妇似的，我当场我就自爆骂了。四号玩家请发言。哎呀，说实话大家都辛苦了啊，也挺不容易，说实话排个麦。虽然说都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去了，挤在一个房间去了嘛，一点那人家也一个两个都进不起来，他们都窝在一坨去了。我们互相就。你放个录音，我抄你的，你放一个，我放一下，你说一下，人家房间都占满了。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这点我一定会更加的努力去有更好的东西能展现出来。我这时候他妈搞两个，有时候你挤多了他妈的，我们互相放音乐没素材，知道吧？所以说，趁这个就我们跟大家开个会吧，就是说，让你们啊，玩过了就不要再进房间。不然搞点空间给我，我去跟人家是吧，再干一下，那些不看一下比一下到底是谁的逻辑强是吧，来两三个那个就够了。哎，那如果说到时候有人怼我的话，你慢慢使劲怼就好了，知道吧？我不能被欺负的，知道吧？一定要去严格把关。我刚才就叫那个人他妈的知道吧，人家吐了痰吐到我脸上去了，他没办法了，那个时候也不在，这么现在来了又 满房都是人，所以说搞慢一点，别搞快了啊，我们再把握一下好吧。五号玩家请发言。你把握你妈的一四两张畜生牌，我都不想说。
哎，报刀砍啊，接着砍一啊，你们干嘛呢啊？一没砍死，你们就不会接着砍，对不对？早知道他妈昨天给他奶穿了一个废物牌，操他妈了个逼！他妈五号女巫，懂了吗？五号吃手刀，洗我泼的。一号一张出水牌，报刀砍呢、啊？干嘛呢？啊，非要听他们逼逼，对吧？就喜欢听他们逼逼，搞笑来的。啊，那我就浅浅的问一下，不会狼队全是这种畜生吧？不会吧？啊，不会吧？那没话说呀，对吧？六号玩家请发言。你还看不出来吗？一四十二三个人在一起，懂了吗？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们就不是打游戏的，他们来这里网络上找存在感的，懂了吗？现实中没朋友的那种，他们三个没有素质的素质低下的人玩到一起去了，懂吗？知道吧？一四十二三张牌，你还没看明白吗？一号牌第一天都那种起身就那种发言了，你告诉我你一晚上不闷他干什么？把他拼图灌下去，他就不会逼逼了，你还捞他干什么？啊，我真搞笑了啊！不想说了，挂机了，溜了啊！随便你们玩啊！一四十二三张啊牌。懂吗？一四十二，双亲估计也不在了吧，才会这么没素质，懂了吗？双亲不在了，素质极其低下，懂了吗？大半夜不打游戏找存在感，懂了吗？在网络上，没谁了，好吧，你们找存在感，你们找呗，我又不听你找存在感，挂了，直接丢了。九号玩家请发言。然后我再说一下五号牌，我对话你不用劝我，我告诉你该骂的人我们一个我都换不了，懂了吗？五号牌你再劝我的情况下我连你一块骂，你信不信？你怎么你感觉你自己好死了？你是和事佬啊？你最有面子了？你怎么的两边人你都认识了，你还跟着我摆事儿来了？你摆事儿的死的最惨，你不知道吗？五号牌一样的吗？我骂谁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喷谁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有啊，五号牌啊，回来了，低着个狗脑袋回来了，五号牌啊，还出你？你告诉你自己刮自己一票，你出得动吗？啊，你在那会儿都跪好了，我明天我他妈慢慢折磨你，逼崽子！你别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你看看外置位哪张好人牌能他妈听你说话呀？啊！别提溜个狗脑袋进来五号牌。不是，五号牌六号牌。十号牌呀、啊！啊！我跟你说，你刀不锋利，马太瘦。你瞅瞅你这逼样，你拿什么跟我斗啊？啊！十二号玩家请发言。一号玩家请发言。啊？怎么说？开始凤竹投票。等待玩家发动技能。
天黑请闭眼。狼人请行动。悄无声息，天亮了。等待玩家发动技能。十二号玩家请发言。四号玩家请发言。你二号怎么说你妈了？我日你妈了个臭逼的！你妈你今天你爸爸你妈妈出门被车撞死啊！你爸爸今天出门这被车撞死啊！二号，让他去天堂去跟他妈跟他爸去见面去，好吧？我估计他爸昨晚出门是撞死的。他今天非常难受啊，我估计他这二号他爸死的，下葬呢，下葬烧纸了，我估计是，哎，我会算命啊，把二号给算的心里路程算的清清楚楚的，他父母双亡了以后呢，烧纸烧的心里变态的啊，虽然二号你爸你妈死的啊，不至于好好的啊。你还有个野爹在这里呢，你爸你妈死了不至于啊，你野爹野妈在哪？二号玩家请发言。长夜已至，请发表一天黑请闭眼。天亮了。等待玩家发动技能。
四号玩家请发言。长夜已至，请发表遗言。二号，你妈没了。二号，天黑请闭眼。